伊丽莎白二世从秀发如云到头发斑白。七张老照片见证女王一生过往，这张是伊丽莎白二世唯美照之一，也是女王颜值巅峰期，笑容优雅，气质高贵。她从幼时到至今始终保持着美丽高雅沉稳坚毅的风格和形象，谦逊的态度更为她赢得人们的尊重。伊丽莎白二世出生时的头衔是伊丽莎白公主殿下，在母亲约瑟公爵夫人的督导下在家中接受教育。他的历史老师 CHK 马丁是伊顿公学校长，除此外还要学习各种语言，其中他的法语讲得十分流利。伊丽莎白二世的五官不及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精致漂亮，但也是十分明艳大方的名媛，浅棕色的秀发，明亮的美眸，富有感染力的笑容，还有她一尺七的腰，令人为之倾心。伊丽莎白公主情窦初开的是她的贴身老师玛丽当克劳福德，当时这个大男孩并没有过多注意到美丽优雅的公主，直至女王见到菲利普时才知道怦然心动的感觉。这张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的结婚照，那时候女王美丽高雅，菲利普亲王儒雅帅气，而嫁给英国王室的菲利普亲王，他一生中唯一的工作就是全心全意支持英国女王。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婚后育有三男一女，分别是查尔斯王子、安妮公主、安德鲁王子、爱德华王子。时光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英国女王虽没有年轻时的盛世美颜，却依旧优雅迷人。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到现在已然66年，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。如今92岁高龄的女王，她身上的气质还是蛮惊艳的，一些穿搭也很优雅有气质，庄重又大方，告诉世人优雅老去才是最美丽传奇的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